江湖上的事儿啊，无非就是贪嗔痴三个。朗朗乾坤，人鬼是儿，带着鬼面的不一定是鬼，长着人脸鬼见了光也不一定就是人，是要灰飞烟灭。阿雪，你果真和五姑吗？全无半点关系，你这么问，难道你和五狐盟有仇？老温曾有些意见，而今家父已然去世多年，诸位大侠贵人事多，哪里还记得这样一人？好多年前，我看见一具死尸，顶着一张血肉模糊的脸，被一杆长枪从前胸插到后。我问某医生，自蝴蝶谷下过，我又多看，从未看到过，判断出此人生前定是个绝世。后来你猜怎么样？过去的事情也算了吧，你也渐渐顺变。何谓不如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之，明知人心难测而信之为信之。我在别人眼中阿雪是什么样的？我是个恶人。傻样，心地向善便不算恶人。阿雪啊，我心里边高兴，你知道吗？你为何不问我为何高兴啊？你想说的时候自然会告诉我，你不想说我又何必问呢？阿雪笑什么呢？我就是觉得活着给太阳晒着，还有个人的名字给我这么叫，真的挺是挺好的。你身上有光，我抓来看看。坏人放下屠刀可立即成仙，好人做了坏事，老板难道就永世不得超生？你是想做英雄还是想正道？想做英雄的人太多了。温某人爱看热闹但不爱凑，原来是个好人啊。让他们英雄荟萃，天涯浪客为君与我足矣。老温啊，喝酒了，我们一起回四季山庄吧。带这么个傻徒弟回去，你就不怕你师父在地下气得翻来覆去闹大饼？是咱师父